官人的官，抓官，官进城，官田的那个官、啊。哎，对。官教练，我以为关起来了。大官的官。啊，我们官员，哎，啊，难关起来嘛，官员。我们跟他上已经上一年了，上一年，啊，我是觉得非常不错，有感觉。啊，所以，但是时间要累积很长，啊，这样先叫请伊来给咱带一下那个运动的观念，啊，慢慢大家能体会的时候，我们再正式去排，啊，不然交在中心点就可以了，中心点，这样的话做的时候呢，你的手肘才不会太贴近你的腰，如果贴近腰的话，你的后面摆臂会变成这样开掉了，开掉的话，你要等你的手回来之后，你才能进行下一步跑步嘛。那如果说你直接这样摆臂的话，不用等你的手回来，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再加快一点点，就不会说用你的手拖慢到你的整个跑步的节奏。那我们做这个的话，等一下重点是在我们的身体重心不要往前压啊，做的时候往前踢，往上踢就可以了，往上踢也是这样，三步一次往上踢哦。重点做的时候。手臂保持弯曲，摆臂的时候，右脚踢，左手摆，啊，不要同手同脚，不要变成这样了，这样就错了。跑步的时候不会同手同脚，所以记得右脚踢，左手摆，身体不要往前压啊，做的时候身体不要变这样，不要再压啊，保持直立的就可以了。来，预备，做一次哦，备 go。三步一次，三。人家教练的脚这悬呢。哦。如果你有意见哦。我已经跑步的时候状况哦。哎。侧正下腿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脚尖垫起来，脚跟不要落地。脚跟不落地，身体重心，身体朝正前方，不要往外打开。来，预备，我们做到做一个椅子就可以了。来，预备 ，Go。侧台，转正台，再下腿哦。您已经很久没有移动，是否要关闭厕所照相？尽量看自己前方哦，不要看地板哦，都不要看地板哦。脚尖可以垫起来哦，脚尖可以垫起来做，三步做一次哦，那我们做完之后，我们两侧垫步。啊，可以的重点哦，做的时候我们的小腿不会夹腿哦，很多人在做的时候，你小腿会夹起来哦，不要夹腿，抬腿和脚尖够而已，重点就是两个，好看前方不要低头。那重点我们马克 B， 比较难的马克 B 哦。抬腿，前腿抓地。我们重点在于我们的脚下来的时候迅速的抓地，这时候出力就可以了。我们不要把我们出力的点在踢腿哦。回来收腿的时候抓地，迅速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就到这边。好，谢谢。看我们这个慢车就是走慢车道，快车就要走中间车道。加油！我们朝前，可以的话抓住小腿或者脚尖，抓住脚尖往回拉，不行的话我们大腿、小腿都可以抓住，往前压就好了。然后膝盖这样伸直，膝盖伸直是重点，我们第一个重点是膝盖伸直哦。往前，动作往后前后摆正哦，停住就不动就好了。然后
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慢慢往前延伸，不要说前后摆动。三、四，我们那我们一样都是做十五秒。嗯，前后摆动会怎样？前后摆动的话，你很容易就把你的筋拉到了，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就受伤了。所以现在不要这样做，对。来，完全腰，脚尖朝上啊，脚尖要朝自己的正上方，朝上朝前冲，再脚再合并起来一点点，对。五、六、七，好，鸡蛋的上方。那你就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小筋了，抓住小筋就好了。哇，玛丽欧，你的筋这么软啊！年轻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来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好，那我们再来分腿前压，分腿双脚打。我们不可以劈腿啊！筋很好，这不能劈腿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说有方向，这样子啊，平安全。啊，看到自己能看。角度就好了，不要说你一开始就开要开那么大，小一点没关系，我们小一点，就算这样子也没关系哦。看你自己能开的角度，一样，我们脚尖朝上，脚尖朝上，脚尖朝上往下压，后脚跟往下压，好，再压住就可以了。对，一脚就好，一脚就好。对对，小腿主要是伸展我们小腿啊。那我们要十五秒啊，一，两只脚尖在接地上面，然后后脚脚跟往下压，三，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四、十、五，来换边，脚跟往下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四。好 ，OK， 我们收收结束。谢谢教练。